我来自乌克兰、缅甸、印尼的棉兰是台湾、俄罗斯。因为我想成为一名专业且具有语言分析的华语老师，提高我的中文能力，丰富自己教学的经验，并且获得国际认可的学位。在东海大学学习，对我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老师们非常悠闲，很了解如何教导不同国家的学生，将理论知识跟实作结合，然后是用很有趣的方式上课。如果我有什么困难，老师就是会来帮我，所以我觉得什么困难也没有。课程的规划很完整，课程的内容也比较丰富，学到了很多教学方式，怎么去教很小的朋友，然后怎么去教年龄比较大的人，能让我们发挥创意，也有一个机会做自己的课本。我们是双语教学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理论笔，教学非常的国际化，而且在课室中就可以跟不同的国家学生交流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会一边学习中文，一边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，提供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实习机会。我最想要在东海大学华语中心实习，国际学院通识中心。最想要去的实习地点，第一个是美国，第二个是欧洲，那第三个呢，想去越南。我有在国内呢参加线上实习，我也有在捷克实际的体验过实习的机会。学校有帮我安排了跟美国的线上实习，那透过这个线上实习呢，我学习到了很多如何关于教导小朋友的方法跟理论。东海大学有很优良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方法，所以我想推荐给学习华语言当第二语言的学生来东海大学读书。欢迎报名东海华语教学国际硕士学位学程。Всіх ласкаво просимо навчатися в міжнародній університеті Тунгаю в міжнародній програмі викладання китайської мови як іноземної. Запрошуємо вас доєднатися до наш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ського життя. Tunghai 大学mengharapkan kedatangan Anda. Приглашаем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ться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второй язык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Tunghai, город Тайчжун. Tunghai 大学多吗？都有把大家卡定价，也难言的干么好？我是认可小茶，我对阿龙有救助吧嘞。